我是古阿莫，今天古阿莫凤梨酥终于诞生了。废话不多说，先抽1000盒送给这3年来支持我的朋友们。这个古阿莫凤梨酥是由我倾家荡产打造，获得合法工厂认证的台北凤梨酥烘焙厂，依据我搞很久才拿到手的国际 ISO 认证规定的标准作业流程，严格控管生产过程与品质制作而成。原料使用了怎么那么贵，但吃起来超酥，从环境优良没污染的纽西兰原装进口的奶粉和乳酪粉，绝对健康。还有怎么那么贵，但闻起来超香，吃下去还会回甘，且无人造反式脂肪，人体好代谢的法国 AOP 顶级发酵奶油，没混其他奶油啊，跟怎么那么贵，但吃起来口感细致，无任何添加物的纯钻石低筋面粉，最后和台湾原生超好吃的2号3号土凤梨、17号金钻凤梨进行配方组合而成，完全没有添加任何冬瓜馅，没有放任何防腐剂，最后使用怎么那么复杂，搞得我头很痛的脱氧包装，避免氧化变质，保持凤梨酥新鲜健康，然后放到古阿莫，整天被黑粉黑，黑到有金刚不坏之身，因此领悟出的黑底烫金之掏金礼盒，这礼盒寓意为在黑暗的地底发现黄金，金矿是很难发现的，代表你今年会掏到金赚大钱。一盒10个装，每颗50克，真材实料，全球统一价，只要台币520，还产地直送。你买过原料或制作过，就知道我这完全经得起比较，跟本物超所值，绝对好吃啊！现在到古阿莫微博和脸书，对这个影片进行转发留言的朋友，各抽500位，总共1000位，送你一盒古阿莫凤梨酥限量版语音掏金礼盒，打开就会听到古阿莫的语音哦。那要是你没抽到，又想要吃古阿莫凤梨酥，或是嫌古阿莫草，只想得到没有语音的礼盒，该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你可以到古阿莫凤梨酥网络卖场直接购买，古阿莫粉丝感谢季期间一盒就免运，从台北寄给你，咳咳。